广阔的草原，遍地的牛羊，沐浴出豪迈的民族。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，福音却曾经几乎消失。刘同牧师十多年前开始踏足蒙古，这次他会让大家看看，经过十多年的牧养，基督教在蒙古的发展，还有他自己在宣教路上的苦与乐。蒙古游牧之旅，9月24日晚上10点。